If I could call upon the panelists for the next session, the media content. 好，我下面请第二阶段讨论的嘉宾上台。这个下一个阶段讨论的论题呢是媒体信息的内容。我们等五分钟，但是呢不能够再拖延了。下午因为这个有政府首脑参与，所以必须准时开始。下午的我们看一下下一节讨论的那些嘉宾，请你们到台上来。And testing to see if there's anyone from the IG. 秘书处是否能够准备一下牌子，就是嘉宾那个前面的牌子。Stand. Yeah. And that will be covering the following public policy issues. Just announce it in Spanish. Who do you seat? Apreciados amigos, en pocos minutos estaremos empezando la sesión principal. 我们先等几分钟，然后接下去进行第二阶段的讨论。这里边呢，涉及的是新闻内容。我们还有一些准备工作要做，谢谢。So I'm going to make an announcement in Chinese, okay? So, 三分钟会开始，请大家准备一下，三分钟之后，谢谢大家。Hello, I'm just going to make an announcement. 嗯 ，media regulation or news media or fake news मुतालिक topics को जो है cover करेंगे.
Ladies and gentlemen, we're about to.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现在就来进入到第二节的讨论，这是关于在这个新闻媒体中来捍卫和平、捍卫自由和民主。我们今天呢有很重要的一些嘉宾，其中呢有一位他不能够来参加，因为他是必须呢就是要这个在家里啊随时等候，因为他涉及到一个重要的案件的审理，这可能是一个法律工作者，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现在呢从他的这个个人的经历中啊，我们也可以看到作为新闻媒体工作者来说，我们的存在是多么重要。我们这一节会议呢有达巴吉亚努、妈妈多路两个主持人，同时呢在我们当中还有我们的那些嘉宾。我下面来介绍一下这些嘉宾，但是他们前面没有牌子。施拉坎呢，他是来自巴基斯坦的，关于这个数字技术这个立法问题的。还有一个是来自开罗的一个美国大学的一个教授，你们可能还记得阿拉伯春天这个事件，所以可能他可以有很多话要说。还有 Anki Das， 他是关于啊脸谱这个政策的有关的管理人员。此外呢还有一个 Mazon 呢，他是欧洲这个广播电视网络的这有关的领导。另外还有一个是也是哥伦比亚的一个大律师，然后由于他受到这个人身的攻击啊，不得不躲到这个美国去，现在在美国一家大学教书。还有叶振清，他是来自中国，他是关于这个信息交流领域的一个教授。还有西安家童，这个地方的。另外我首先呢请那些嘉宾先来介绍一下，我们希望呢在讨论的过程中呢能够是互动的，大家呢能够积极的参与，积极的发言。所谓的互动就是这个两方面都要积极。我们要讨论很多的有关公共政策方面的问题，比如说新闻媒体他们是否呢有可能影响到这个对政府啊是否有影响。此外呢还有这个对企业对政府各部门是什么样的影响。另外呢还有新闻自由，新闻自由怎么实施，这个新闻自由有没有局限，有没有限制。另外呢新闻媒体工作者怎么样能够有责任的来从事他们的工作，到底有哪些好的在这个新闻媒体的伦理方面的一个好的做法，在新闻媒体啊是否有伦理道德这个概念。此外呢另外呢还有
这个问题呢，因为它是一个社会性的问题，所以呢是很重要的。因此，还有一个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他们这个有哪些有哪些平台，有哪些这个社交网络是否能够成为新闻传播的一个渠道？另外还有。政府他要承担的责任是什么等等，所有这些问题。好，我们下面就请台上的嘉宾来发言。阿卜杜拉女士，先请你发言。阿卜杜拉教授，你们每个人呢是有这个三分钟的时间，先请阿卜杜拉。谢谢，我今天非常高兴来参加这个会议，但是你刚才提的问题啊，是长长的一张单子，所以我是不是只是仅就这个其中的一些重要的这个问题呢，简单讲两句，因为只有三分钟的时间。首先就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即新闻媒体是不是起到一个制衡的作用，还是说呢，它已经成为我们一个整体的一个权利。这要看你是在哪个国家，看你这个就是表达自由越宽的话，那个媒体表达自己的意见的余地越大，能够起到这种警惕的作用。但是我们看到的呢，是全世界都有这个侵害媒体自由的情况。甚至在那些这个所谓的民主的这个社会里边，也有这样，有的甚至达到很高的民主的这种，这个也是有这种情况的发生。所以的话，这个呢是我们都应该感到担忧的地方，不仅是在那些，那些这种专制的社会，甚至呢在那些被认为是民主的社会里边也是这样。那么一旦你向下滑坡的话，你会滑得很远，所以大家都感到很担忧。第二个我要所说的，就是说，因为我只有三分钟的时间，就是说来对这个假新闻定义。这个十八个月前的话，我们参加了一个研讨班，这是在美国，谈这个表达自由的问题的这个研讨班，我当时发言呢，就是说，对我来说呢，就是假新闻呢 ，fake news， 就是说是提供一个新闻，而目的是为了能够这个欺骗，并不是说你发了一个不准确的新闻之后还可以这个修改，而这个假新闻的话，就是一开始就是为了骗人的新闻，制造这种新闻，也就是说既有这种意图，也有这个后果，造成了骗人的后果。我认为一个是意图，一个是后果，是这个来界定一个假新闻的两条标准。这个呢和很多的推特，这个几百万的这个推特，每天这个这么多的推特那种不准确呢，它是有区别的。所以呢我认为呢，这个呢应该那就是制造这种假新闻的人呢要遭到问责的。哈沙呢刚才已经跟我们讲了一个他对这个很关键的这个一点，也就是说这个媒体的作用的问题。媒体的话，他刚开始是作为一个休闲娱乐，他作为一个信息的来源，然后还可以作为一个讨论的场所。第三个呢，他呢可以是作为监督政府的一个工具。那么他刚才说了，现在呢我们在请加高莫·埃文尼发言之前呢，他呢是这个广播网络欧洲广播网络的这个代表。我们呢因为我们昨天庆祝了这个一战休战日，这个在德国，这个德国这个休战日的话，也是这个巴黎和平论坛
召开的日期。那么，在欧洲的话，媒体也作为一个宣传的工具，所以的话，请 Giacomo 来给我们这个问题说一下。你有3分钟的时间，谢谢大家，邀请了我。这个休战日，一战休战日，是，也是我们这个欧洲这个广播联盟建立的一个原因。这个大家也许都知道，在战前，那么这个广播电台是传播仇恨语言的一个来源，那么使这个各个国家互相对立。在战后呢，欧洲就签了个协定，就是规定呢，就不再作为国家的电台，而是作为一个公共这个广播网络存在。这个呢是很大的区别，这个呢就是使得这个广播呢成为了一个独立的这个新闻的机构。那么我们呢现在的情况呢也非常的类似，这种情况呢，在因为社会呢发生了数字转型，那么，那么作为这种中介呢，就大家就那就来拒绝它了，就我们现在就不需要这种中介了，直接进行沟通，我们认为呢，这是一种错误的这个情况。因为我们是需要这种中介的，因为你如果生病的话，你不会上网去找一个非不是医生的人去看病，你肯定要去找一个医生，所以呢，过去的系统和现在的这个体系之间的差别是我们增加了一个互动性。那么以前的这个广播呢是对大众的，而现在呢变成是一种互动的这种系统，也就是说所有的公民都可以和广播媒体进行互动，可以作为一种合作的集体的这种媒体，那么这样呢可以使这种变革呢为社会服务，来发展我们的社会，但是我们的这种警惕对政府的政权的监督仍然存在。如果要是一个政权没有一个约束力量存在的话，它就会造成滥用的情况，尽管它是一个好的政府。那么这种例子在历史上无处随处都有，所以的话我们这种监督的作用非常重要。但是呢这就要求能够保证记者的安全，因为要让记者不发声的话，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他杀掉，这样的话就是不再有讨论的这个机会。所以呢我们认为我们呢既要保证记者的安全，这个教科文正是这样做的，同时的话要加强这个媒体企业的这个模式，要让这个媒体的话也受到压力。谢谢翟格某。现在的话我们来请的技术团队来准备好，来这个网上播一下，他是在迈阿密和我们联网，迈阿密和我们联网，你能听见我吗？路子教授。那么我们的这个 Webex 这个技术团队能够给我们联网连线，和路子教授连线，在大家解决这个技术问题的时候的话，我们刚才提到了好几个非常有意义的这个问题，这个媒体的作用，这个广播的作用，以及呢，这个就是说，对大众这个进行直接传播的这种目标，包括这个广播电视，还有他们的呢都有这种直接达到这种大众的这种能力。现在路子已经我们看得见他了，他还在等着连线，在等连线的时候呢，我要请谁呢？请他给我们讲一下，请这 Facebook 的这个公共政策经理给我们讲个话。是的，这个很重要的一点呢，
对我们来说就是Facebook 脸书，就是说要和这个假新闻做斗争的问题，我们要很好的理解这个情况。我们呢制定了一个框架，就是聚焦呢要提高这个新闻的质量和真实性，在我们的平台上都要做到这一点。那么我们呢有三种这个测试。首先呢，要这个取消删除那些违规的新闻，另外的话要减少那些这个不准确的信息，减少它。那么另外呢，我们呢要给人们提供有更多的背景信息的这个新闻，要同时的话把我们的这个创新和这个变革这个联合在一起，能够帮助我们的群体能够更好的理解，来区别哪些是真新闻，哪些是假新闻。我们正是这样，我们和我们的这个合作伙伴群体一起来做这件事。因为这些合作伙伴的话，他们是专家，他们呢能够做了密切的合作，而且的话有我们的 pointer 是认可的，得到认证的，有一个国际的认证，由他们来帮助我们来检查新闻的这个真伪性。他们能够积极的这个进行合作，和我们能够来这个确定那些假新闻，然后呢阻止它的传播。这样的话使我们把这个假新闻的传播减少了80%。我们呢加强能力建设的话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帮助我们来增强新闻的真实性。我们呢在全国各个国家动员了很多的这个资源，包括这个公共传播进行宣传，同时呢通过这个纸质的媒体来进行传播，来帮助大家识别那些假新闻。能够确定哪些是假新闻，而且的话那么包括这个阻止它的这种传播。Anki 的话，现在呢你既然已经发言了，那么我们有一个经常提到一个问题，人们会提到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呢这个呢有个 Cambridge Analytica Saga， 这个事件，这个事件出来的话呢，对这种和假新闻做斗争的责任是否这个发生了影响？谢谢你这个提出这个问题，这样呢总能够丰富我们的经验。我们呢，确实也吸取了很多的教训。我们呢，已经完成了工作，得出了结论，来加强我们的这个工作的完整性，来随时的对我们的产品进行调整。包括那些第三方的这个开发者，在他们做这个工作的话呢，要更加的这个有透明性，而且的话，你作为一个群体，你上网一些这个广告或者是新闻，这个就一定要有更多的这个透明性，无论是对广告还是其他内容，都需要有你的来源的这种透明性，这样的话来减少这种假新闻。用3-5分钟的时间，想请问你，就是说，自律和这个监管各应该占多少比例？因为欧盟委员会最近的话立法来这个减少这个假新闻，你是怎么想的？这个呢应该是一种双重的共同的责任，应该有一个这个生态环境，我们大家都属于这个平台，我们应该检查我们信息的
真伪性，但是同时这个社区和消费者也应该参与对新闻的真伪性的检查，但是作为我们呢要加强社区的这种能力，那么法规是很好，但是它只是今天有效的，明天它就未必有效了，因为情况发生的变化很快。如果要是有一个自律的话，能够帮助我们。那么 Luz 教授，你已经在线了吗？谢谢。你有三分钟的时间，你能不能给我们谈一下这些这个公共政策的问题？这个三分钟的时间 ，Luz， 啊，你能听见我吗？能够听见你，听见了。都能，那好，请你开始吧。大家好，感谢大家能够用通过这种方式来听我发言。我想谈一下媒体的这个角色的问题，要强调一下，我们呢大都记得，这个呢是民主的第四支柱，也就是说媒体，在一个民主的体制里呢，我们需要有一个这个民主的透明的这种进程。那么媒体是为了能够提供信息，是能够这个发现问题，在社会当中有哪些问题，而且的话也是为了能够对每个人来讲呢，来进行这种健康的讨论的一个场所。所以呢，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什么呢？是对媒体的信任正在逐步的丧失，被蚕食掉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这个媒体发展非常快，我们呢现在这个媒体呢，它有不同的这个介质，而且每个人呢都把媒体的新闻政治化了。所以呢，如果媒体如果要是出了错，那么有的时候呢，这些错误的话就没有得到及时的改正，这样的话就影响了对媒体的信任，这个确实是个问题，很大的问题。而且呢，当然还有社交媒体，社交媒体呢，他们呢，这个散发了大量的假信息和很多的错误泛滥。我们认为呢，有很多很多的问题，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除此之外的话，似乎呢，还有一种这个自我审查，这个媒体有时候一种自我审查的这种情况。他们呢，是来自一些大的企业，或者呢是一些外部的审查，或者是广告商，或者呢是这个媒体的控制人进行这个自我审查。那么这些媒体企业呢，他们呢有一种倾向。他们呢有这种倾向，就是进行一种形式的审查，他呢有些该说的就不去说了。谢谢路子，谢谢路子。我们呢，你先不要离开，我们待会儿还要回来跟你进行讨论，有一个技术上有一个中断，但是关于一个问题，所以吗？是的，请你简短的这个说一下对这个媒体的这个侵害的这个问题，比如说在巴基斯坦的情况，待会儿我们再回来看这个，请路子发言。谢谢，谢谢。关于这个媒体的问题，还有这个新的技术的问题，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呢，我们谈到了这个就是监管过度和监管不足的这个问题。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就是关于这个表达自由，这个是应该怎么理解？经常有一种理想化的这种定义，在很多的国际协议当中都做了规定，但是在实地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这个表达自由到底是什么呢？实际上有法律的问题，还有它这个真正
实施的这个方法的问题，关于在巴基斯坦呢，这个呢是很受限制的，就即便在宪法里边，这个宪法的这规定的这个文字，就是所有是这个贬低了伊斯兰这个光荣的等等的，都是这个应该得到限制。所以呢，这它是非常受限制的一种表达自由。也就是说呢，它有一些规则，有一些法律，特别是对社交网络，还有一些电子这个媒体的时候，都受到了很多的限制。所以呢，好像呢有一个受保护的区域，但是呢实际上并没有受到保护。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经常可以碰到这种不平等的情况。有一些这个国家机构，还有包括比如说军队，他们就绕开了这个宪法的这个规定，尽管对这个表达自由的规定很受限制，但是他们呢仍然没有去遵守。因此啊，在这种环境下，连真理的这个概念呢都会受到很严格的监管。因为这个真理，这个中西方啊，他们呢已经说的太多，现在几乎都已经没有意义了，然后啊，现在越来越多的又出现了一种假新闻，或者说是这种谣言。那假新闻本身当然是一个新概念，但是谣言一直都存在。那媒体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那现在这种假新闻呢，就导致大家有这种恐惧，这种伦理上的恐惧。那有的时候啊，这些新闻呢，往往都是那些，或者说这些句子啊，往往都是那些强有力的人，那些最强大的方面呢，去传播的。那这样一来，当然会有很多的后果，尤其是对这个少数的群体会产生后果，比如说。这种宗教的少数群体也好，还是其他的一些少数群体，他们可能都会受到这种侵害或者说是囚禁。那在巴基斯坦，这种少数的群体他并没有受到任何的保护。那在从政治的角度来说呢，在这方面的假新闻现在也是在讨论当中。谢谢施麦拉。施麦拉提到了几点，就是有关于这个言论自由的参量以及对此的限制，因为这个国际的公民和政治权利公约里边的第十九条呢，是对它进行了定义。然后啊，Shim， 我想问一下，就是有关于就是在西班牙的这个失踪记者的这个数量，请问你能不能再说几句？那在过去的两年，在巴基斯坦有150个记者和这些活动人士呢是被消失。那实际上啊，这从某种角度来说，这是一个委婉语，因为呀，这些记者或者说是活动人士啊，他们并没有按照就是政府的所想的那样，或者说以他们的叙事方式去叙事，然后这些人就被消失了。这是过去两年的数字。谢谢施麦勒。好，现在露子，请你再回来。露子，你能听到我们吗？可以听到了。那你刚才发言的时候，说到媒体会犯错，请问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这个媒体的两个极端？就说一方面呢，他是被迫害，但同时他也会犯一些错。那现在就是问自己这个概念，就说到底媒体是否应该就是负责？还是说这种期待是不现实的？你从这个美国的这个背景下来说一下这点。然后呢，请以陈博士发言了。谢谢。好了，媒体和任何其他的表达方式一样，
会犯错误，可能是对事实犯错，或者是因为有太多竞争，因此媒体他们都是希望首先成为第一个来传达信息的媒体，因此媒体有的时候会传播一些错误的信息，他们往往呢都会想办法去纠正，但是有的时候这些错误有的时候是小错，而有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啊也有可能就是，那一般他们犯在纠正错误的时候都是一些小错误，要么就他们根本就不去纠正，那这就是这就导致人们对于媒体失去了信心和信任，这是我们所面临的这个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有关于这个假新闻 fake news 的这种标签用的越来越多了。那现在我们可以说在美国整个环境啊都是很紧张，任何一种错误都被看作是故意的错误，这种故意的错误往往啊都可以说是影响到了我们现在在讨论的一些自由的辩论。那我们呢每一个人呢都应该就导致大家就不断的去给彼此加标签，说你是假媒体假新闻啊什么假信息等等，然后就导致这种整个社会有一种非常敌对的情绪。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呢还有一些这种领导人或者说是一些这种无知的公众啊他们呢看到的，他们觉得自己看到的任何东西任何新闻任何信息啊都是被操纵过的。当人们去看任何一件事物的时候啊，觉得都是和政治有关的，都是从政治的角度去看，那这就是今天在美国的这个环境。我觉得现在确实民主是受到了侵蚀，因为我们的辩论并不健康，就说我们对什么现在讨论呢都不是健康的。那原因呢原因啊可能就是让人觉得好像媒体都在比赛看谁能第一个把新闻报道出去，而且呢好像就是钱来决定一切。因为现在有各种评分啊，那比如说你可以看到这个 CNN 去跟 Fox 去比看谁的评分更高，谁的观众更多，那这两个这个媒体他们呢都是是要么就是去报道更多的信息，要不然呢就是急着把信息就报道出去，把新闻报道出去，而并不去首先去整理去核实，这样一来就导致就说大家都抢着第一个去报道，然后啊他们就能够拿到最多的这个评分。谢谢 Luz。 那 Luz 呢是说到了节点非常有意思。 Luz 我们可以听到你，我一会儿再回来请你再来说。那你刚才提到了节点，就是说媒体它会带来一些偏见，而且呢它也可以影响公众，不管是消费主义还是政治信念亦或是其他的一些社会运动，媒体都可以发挥作用。那我们现在呀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一下，尹晨晨女士，请您做介绍。谢谢，非常高兴在这里。
那这个媒体啊，它不管是在欧洲还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都面临同样的问题。这确实是一个大的挑战，不管是传统的媒体，或者说是负责任的这个新闻业啊，都在面临挑战。比如说，在美国现在大家都在说这个后真理，而在香港，我以前呢是在香港教书。 那在那里啊，新闻业啊，他们都说，会说这种宣传性的，或者说是，有这个立场的这些记者，那这实际上就替代了过去的这种立中，因此啊，这样一来，大家就开始问自己一个问题：到底，新闻业或者说到底媒体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然后第二点呢，就是有关于这个媒体它的财务，的这种可持续性，因为现在出现了很多新的技术。 而这个现在新出来的这些技术啊，他们实际上是在分享或者说是在拉走传统媒体它的收入。那在中国啊，比如说有好多的这些新闻，尤其是那些高质量的一些报业报纸，现在虽然没有关闭，但是呢也是合并了。 那我想在其他地方也是如此。BBC，现在也开始，因为他们也在开始考虑这种公共支出，就说由这个公共出资，来支持这个 BBC 的到底合不合法、合不合理。然后第三个当然就是这个技术挑战，如新媒体和这种过渡媒体如何来应对，这种 AI 也好，还是公民新闻也好，因此啊，我觉得要想有高质量的新闻业的话，我们需要这个政策环境或者说是赋权的政策环境。那我觉得第一个重要的政策环境啊，就是说我们要减少政界对于 媒体的这种干预，那这个也不在全所有的社会都是一样的，即使在中国也是如此。然后第二个，我觉得我们应当有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那我在这里指的不仅仅是这种过度的媒体，包括一些新的媒体，比如说这个脸书啊，在中国腾讯啊、谷歌啊等等。那他们呢，现在都给传统的媒体造成了很大的挑战，因为往往他们都是垄断的，而且 也是影响到多元化。然后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第三方面就是这个资金，或者说是这个财务方面如何实现可持续性，因为现在这个收入在不断的下降，如何让这些新的出现的媒体能够可持续？然后啊，还有最后一点特别重要，就是说，我觉得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在未来如何能够继续去培养那些有才能的记者。那比如说在香港数据显示 80%的这个新闻业的学生，那他们毕业的时候，毕业以后，他们在媒体，工作5年之后啊，他们就会跑去公关公司工作。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工资太低了。那这在中国也是如此，就说有好多很高质量的记者，我们如何来去培养他们，如何来保留他们？谢谢您的 这个介绍现在呀，就请在座的听众发言。后边有一位要发言，请您首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完了以后再发言。Hina，我来自于巴西。那我呢是民间社会成员，我和一个有关于教育和技术方面的 NGO 工作。 我完全同意。中国代表刚才做的发言，因为呀，现在在巴西也是有很多的这个媒体、很多报业啊，他们都是面临很大的财务问题。而且呢，为了避免，有些他们为了就是挑战胜这个挑战，或者说是 就说为了不要解决这个财务问题，他们就和一些假新闻的媒体，去接手一起去工作。那
而很多的这些新闻到最后可能啊都是由这个网络所引导的，因此啊，那我在想啊，那我在想在中国是不是有一些这种倾向，就说这些这个发表的这个让他们是不是更趋向于这种网络的这些内容呢，还是真正的新闻，是不是有这样的倾向？好，谢谢你的问题啊，确实是涉及到我们现在在准备的这个工作文件的内容。那我们的这个井号呢是 IGF2018。推特的这个井号是 IGF18，或者是IGF2018。那如果大家有任何内容想要发表，如果想要做评论的话，你们都可以在这个井号后边去发表。因为啊，即使是今天的这个会议结束了，这届会议结束了，这个内容会依然留下来，大家依然能够做出贡献。那其他要发言的各位啊，请你们尽量简短。妈妈杜，你要发言吗？我叫妈妈杜，我来自于摄影部门。我现在到现在为止没有，我有一个自己的问题。我想问一下在座的各位，就是网上仇恨言论和这个网上极端主义的这个增加的影响，因为这确实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这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还有后边另外一位要发言，请您先做自我介绍然后再发言。你们好，我叫 Rosie， 我来自于这个计算技术大学。那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在一些平台信息或的发布和这个监管，因为啊就说如果说要限制一些在一些平台上对于获取一些新闻你是要用一些计算法来去限制的，那我就想问一下到底这些这个算法有多透明，那公民他们是否可以理解为什么要限制一些内容的散布。然后啊还有就是这个 AI 它现在的这个审查，因为呀就比如说对一些这个群体，因为你对一些这个群体去限制的话可能从某种角度来说你会去合法化它，那别人有时候觉得哦你就是因为觉得我可能说的有道理你才会去限制我等等。您提到了这个合法性、合理性以及这个算法的透明性，那我想可能可以请安可以来回答。但是啊在回答之前呢，我在请三位来发言，然后而且啊请你们发言的时候不要超过一分钟，如果你超过一分钟我会把你打断。前边两位，然后请后边那位先生。你好，我来自于香港。我是代表 YMCF Hong Kong。 那实际上啊假新闻呢也是涉及到就说记者他到底如何来看这个新闻，而不是说政府的这个干预。那我就想我的问题是说这些记者他们可以怎么样可以更客观的方式来分析这些信息，来在不主观完全客观的情况下给公众提供新闻。我叫 Bella， 我也来自于香港。那您刚才说到有一些这个公民的组织所做的工作，但是啊我觉得很多时候你很难就是具体的来辨别这个种假新闻到底是怎么样的。
因为呀，这些假新闻它往往散布得特别快，你就很难去阻止它。那我就想问一下，政府它可以做什么来监管这些假新闻呢？然后啊，在执行一些法律的一些管控的时候，或者说是一些法律的时候，我不知道到底能不能去信任政府，还是说这个政府他本人呢就会来生成这些假新闻呢？我跟你说过一分钟啊，可以了。但是啊，这次香港有好多青年来参加，我觉得应当啊，就是来感谢他们，鼓励他们。香港有好多青年来参加，但是因为时间有限，我还是让你就讲一分钟。中间这位男士，我叫 Wesley Giving， 我是代表拉加这个加勒比地区。那我的区域啊，很多时候很多公共政策啊，他们呢可能。政府他在制定公共政策的时候是边走边看，然后再边制定。那很多时候啊，他们可能就是宁愿就说不要，宁愿去限制，然后啊就是限制这种自由。那我先请 Rashad 博士，你先来回答一下。谢谢，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些发言都很意思，有意思。我来简单的综述一下吧。首先是网络上的那种仇视的新闻呢，我们怎么来给它加以规范 ？Facebook， 比如说，是不是要通过我们的计算方式来对它进行规范？显然，我们不能这么做。没有一个政府，我们都不能够啊，就是让他去这么做，因为如果我们就是让他去这么做的话呢，就可能出现其他的问题。政府跟我们说，这个因为。在这个网上啊流传的新闻有很多的问题，所以我们要加以规范。如果这样的话呢，接下去就是这个新闻的管制啊，或者是这个新闻的这个封杀了。所以呢，我们必须要提出这个问题，怎么样进行管理？当然，不是所有的人啊，目的都不好。但是那些大的企业，他们的这个以及公司，政府啊等等，他们呢各自可能都有自己的一些利益，而这些利益呢，有可能公司的利益呢，有可能和政府的利益不一致。那么怎么办呢？因为这控制权呢还是掌握在政府手里，我们没有办法。但是呢，我们可以。发音可以让大家听到我们的声音，我们必须这么做，否则的话就会把我们引到了更加危险的这个道路上，也就是呢新闻管制啊等等这样的做法。而且在一些国家这样的做法已经存在了，比如说一些媒体说他们呢是散布仇视的一些新闻或者是言论或者是错误的言论等等，这在一些国家呢是存在这样的做法，然后就指责这些人呢，他们是反宗教啊等等，从而呢给这些人带来危害，这是显然是很危险的。确实，教授先生、教授女士，您说的很有道理。除了这个，谢谢。CPR 的有关的这个法律的第十九条，所有的不是所有的国家都加入了这一个条款，有些国家呢并没有签署，所以啊，这里边呢有这个承担道德的这个
公共道德的义务，或者是呢不能够散布在网络上散布那些仇恨的言论等等，你们大家是怎么看的？比如说一些国家把这些例外的情况纳入到了国家的宪法或者是他们的立法中去，你们是怎么看的？是的，你们知道政府部门他们呢一般都是根据自己的利益，根据国家的利益来这个制定他们的管理方法的。比如说在某些地区，我不知道是否这样做有什么作用，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可以这个行动。那既然我们可以行动的话，那就请大家行动起来，来捍卫这个言论的自由、新闻自由。否则的话，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消失了，就更加危险。这是我们目前所能做的，就是应该要向我们周人的人、家人、朋友啊等等进行教育，然后呢，向他们宣传，把这些想法和观念啊转播给他们。然后呢，我们可以呀，就是看这个一些民间的一些看法，他们起的作用是什么？因为新闻工作者呢，他不能够完全凭自我主观的这种判断去工作，他必须要考虑到这个民意，要听到这个人民发出的声音，这是很重要的。谢谢。再请Luz 发言之前，我请 Jacomo 先生来简单的说两句，然后请 Luz 教授发言。首先呢，就是提一个工作方法的建议啊，就是在我们使用某一些用语和词汇的时候，在欧洲，比如说我们不喜欢 fake news。网络新闻这个概念，因为我们认为这里涉及的一个领域呢是非常广的一个领域，它涉及的面很广，所以在这个如果把它简单的称之为 fake news 的话，那可能呢就是我们在交流的过程中就不知道说的是什么了。因此我个人认为在我们的立法中，显然呢仅仅是依赖于这个新闻媒体的自律啊是不够的，所以呢我们还是应该有一个网络平台，应该呢要看到一个网络，比如说它有多大的这个受众面，然后呢看一下这个网络上它的一些新闻，即使呢是假的新闻，它也会带来很大的收益，因为它有很大的一个这个顾客群。所以我们在这个新闻媒体的这个行当中啊，正像我的同事已经说过的那样，我们的职责就是让民众了解。比如说当我们有这个一个推特的话，那么就一个记者他提出一个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呢可能比较的这个尖锐，比较的困难，但是呢人们往往去愿意到推特上去发表评论，这样就使得这个记者呢他比较难办，因为或者呢就是他的问题得不到答复，或者呢就是会走到另一个极端，即这个新闻这管制。所以为了不要这个把事情搞得复杂化，而让这个新闻记者呢能够正常的工作，应该避免这样。谢谢。在请安迪发言之前，他会给我们讲这个计算方法呀，或者是其他的那些纯技术的方法。我先请 Luz 说两句。Luz，你是否听到我的话了？是的。我想在这个讨论过程中应该做一个补充，即企业的作用。
就是新闻媒介体企业的作用，至少在美国是这样，因为这些企业他们的影响力很大，对于新闻的准确性以及新闻的种类是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知道只有一小部分的企业他们呢是能够啊对这个新闻企业进行这个监督，所以我同意刚才的说法，就是应该要教育民众，要动员民众，因为要让民众发挥他的监督作用，要让民众来理解他们这个收到的这些信息到底是否准确。同时这里边呢也有一个就是标签的问题，即我们把这些这个网络新闻到底给他们打上什么样的标签。如果要是我们的公众他们能够区分正常的新闻和那些这个恶意宣传的话，那我想我们就往前走了一大步了。但是为了要做到这一点，不能够忽略呢就是金钱的作用，对于这个媒体，对于企业等等，这个问题是值得我们大家深思的。因为当我们考虑那些和政治相关的问题的时候，显然一个最终的目标还是为了盈利，还是为了利润。在美国我们对这个问题展开政治的讨论，所以啊这里边要做的就是似乎呢就是要让所谓新闻的多样化，因此呢我们就得不到那些严肃的那个新闻，所有的一切都成为了这个娱乐性的，因为这样的话呢好像人民大众得到了这个娱乐。因此我们不得不强调新闻媒介的作用，因为新闻媒体一直被认为是捍卫民主的第四个卫士，所以他们的作用是很重要的。谢谢露丝教授，再次感谢。我知道你们那边时差的问题是很早，现在是在迈阿密呢是早晨6点钟，所以感谢你啊这么大清早爬起来和我们进行网络上的这个对话。好，我下面请阿什玛拉发言。我们听到了不同的这个发言，我用2分钟的时间吧来综述一下我听到的这些发言。我想啊在我们讨论的问题中呢有一点是很重要的，我们大家应该要加以了解，这就是这个往往呢是那些 factis 就是假的这个恶意网络或者是恶意新闻，他们呢是这个假新闻的制造者，所以我们必须知道这些恶意的网络他们是哪些人，是什么样的这个网络，我们呢就应该把他们从我们的平台中清除出去。因为如果我们不能够将这些恶意网络清除出去的话，就没有办法呢保护我们在这个社交网络上的新闻的准确性。所以呢我们必须要警惕那些恶意网络，然后把他们从平台上尽早的清除出去，以便避免他们这个在经济上造成更大的损失。另外一个问题是透明度的问题，我想呢以两种方式来回答，两个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呢就是我们在制定的政策的时候应该要想到社交网络，这个使用社交网络的第三方应该呢要考虑到怎么样以透明的方式来管理。另外呢就是也要看到社交网络的那些背后的那些企业，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各种各样的
广告啊等等，我们应该知道这些传播广告的企业或者是人，他们是一些什么人、什么企业。我们呢，应该在这个网络上有一个管理的战略，应该要和那种非法使用平台来传播广告啊等等，应该和他们做斗争，因为他们是这个社交网络上的这个制造这个假新闻的罪魁祸首。另外一点呢，就是在我们这个地区是经常碰到这样的实际的情况，就是在印度，我们呢是制造了一种这个限制，就是在这个社交网络上呢，我们只要出现了这个五次假新闻或者是恶意新闻的时候呢，我们就把它封掉。这个做法呢，使得我们很好的保护了这个网络平台，而且呢，我认为这种做法呢，同时应该伴随着对民众的教育，以及呢，做和专家一起呢，做大量的工作，更好的来加强这个网络及媒体新闻的，这个管理。谢谢。我们刚才谈了很多有关这个管制的问题。那当我们谈及这个规章制度，那就要知道制定规章制度的人是谁，因为我们现在的一种趋势就是制造规章制度的人呢，制定规章制度的人啊，在不断的私有化。我们看到这样呢，就有很多的政府，他们和这个网络进行合作，然后他们呢，会按照这个宪法的有关规定、立法的有关规定，以及呢和这些这个网络进行合作。但是呢，有的时候这样的做法呢，会有悖于这个民主的基本的原则，因为这里边对于规章这个制度啊，就有一个它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我们知道制定这个制度啊的人呢，是这个政府，而政府它所发挥的作用显然都不是超越政治的这个作用，因此呢，往往是建立在国家利益的基础上。这已经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那我们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呢？因为这些所谓的红线或者是这个底线，往往呢在识别这个社交网络上的一些新闻呢等等来说，它是有漏洞的，有它不足的地方。所以啊，我们另一方面呢，也要加强教育，也是很重要的。应该呢，在发现了这种恶意的言论的时候啊，我们就应该大量的推出这个反恶意言论的一些这个文章或者是言论。此外呢，这里边还有一个机制的问题，因为即使是那些恶意的宣传仇恨的言论，我们也既然不能够阻止他们出现的话，我们就应该呢，大家起来发一些这个反驳的文章。好，我同意刚才大多数人所做的发言，因为这个显然啊，这个仅仅是这个自律，以自律的方法就可以了。我同意呢大家的意见，比如说在中国，这个脸谱社交网络。关于网络新闻的问题，这些新闻呢，往往是由人工智能啊制造出来的，而它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获取更多的利润。但是对他们进行管制，目前的这个用自律的方法来加强管制，到底够不够，我不清楚。所以呢，应该要让各方行动起来，比如说立相官方啊，包括媒体平台以及呢相关的各方，还有政府，因为政府在中国也是就是参与社交网络的这个管理的，
那么当出现了一些这个恶意的一些言论或者新闻的时候，一些这个假新闻的时候，那么应该要那个采取措施。好，好，你可以总结一下，因为在中国呢，关于这个对网络新闻呢，有一个管理的一个标准，比如说呢，可以啊，最终可以受到这个刑法的判决，同时还有一个许可证，比如说网上的那些网络啊，他们要得到这个许可，如果他们有很多恶意的攻击呀、啊、等等这些言论的话，那就有可能呢受他的许可呀、啊、会受到威胁，所以啊，对于这些网络，还是有政治上的这种监督的。谢谢，一晨博士。好，我下面请我们的这个远在这个迈阿密的这位女士还有没有话说？没有。在会场有没有人要求发言？我看到会场上有人举牌子，1分钟的时间。谢谢，我是来自俄罗斯议会的，我也支持刚才发言的人谈到啊，就是网络或者新闻媒体自律的这个原则是不够的，因为那些有自己网络的大企业、大机构，他们有自己的网络，有自己的这个社交网络，但是呢，他们往往没有办法考虑到一些国家的不同的国情，所以啊，光靠他们自我这个约束、自我管制呢是不行的。因此，我们还应该呢要看到，有一些这个，比如说搜寻的引擎。这些大的这些网络呢，应该考虑到不同国家的不同情况。那么首先是看那些就是受众最多的那些媒体，另外呢，这个算法的话，那也有他们的办法，所以呢，应该依靠这些算法来也和这种假新闻做斗争，和这个发布假新闻的人做斗争。非常感谢，我希望这个打字大家也都看见了，您强调了这个合作和这个监督这些内容的这种重要性。我看那个2016年在越南呢 APEC 在那儿这个召开，那么就是说这个中国的主席的话在参加这个 APEC， 所以他没有来参加巴黎的这个和平论坛，那么整个的这个电商的这个销售额达到19亿，这个不是因为19000亿，那么这里边的话就是说它的这个内容到底占了多少，这个部分我还不太清楚。大家刚才听了我们的这个讨论参加的者的这个参加谈了这个调控、自我调控、不调控等等的问题，包括这个透明度的问题，还有这个算法透明度的问题，还有最后一个发言的话，还提到的话有一些这个共同的原则，能够通过这些发言的话，我们呢能够这个对我们这个 IGF 的这个网上的这个随时的这个纪要文件的话，可以这个作为它的内容充实进去。我们不知道，就是说在闭会期间是否也能够继续就这些话题展开讨论。同时的话，我看还有另外两个举手要发言的，请来发言。是的，我看见你了。有一个问题，我听到了，
刚才中国的发言。我呢感到担忧的呢，就是说，你们和假新闻做斗争，那么也可能会影响到这个表达自由、新闻自由，因为很多国家都是这样，政府的，他们自己就是主要的假新闻的传播者，然后呢，记者的这个工作呢，他们呢是根据事实基础做的工作，所以呢，我感到担心的呢是，我知道呢有假新闻确实是个问题，需要通过教育来解决，但是呢这种情况还是让我们担忧的。我们继续了下来你的问题。我呢很高兴来回答这个问题。就像你说的，中国政府的话，他呢确实要限制这种假新闻的发布呢。但是呢，有的时候呢，他们也会助长这种假新闻的这个散布。但是呢，同时他们对这种反对假新闻的话也有这个可以发挥作用。那么假新闻呢，他们呢，经常是传播的非常快。有的时候这些假新闻呢和政治问题毫不相关，可能涉及到这个经济问题、社会问题。谢谢，谢谢，来你来发言。我是来自俄联邦。我们刚开始听到了一个刚才发言人讲过呢，就是说假新闻假新闻的一个来源是因为他这个发布者呢他不负责任的一种这个做法。所以的话想问一下，就是说一方面呢有传统的记者，另外呢有一些新媒体的这个人，这个呢是不可以混淆的。另外呢还有很多的国际机构，他们呢都制定了这个国际的透明框架，对这些新的媒体这个运营商，因为这个传统的这个新闻这个机构的话，它已经有自己的法规规定了，这是一方面。另外一点呢，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这个极端主义的问题，还没有得到回答，谢谢。那么这个想问一下呢，很简单的问一下，就是说如果在一个国家就是所有的传统的媒体都是由国家控制，那是怎么办呢？因为有一些独立的记者呢，他们呢实际上发挥了传统媒体的作用，这时候该怎么办，怎么处理？那么刚才那个问题能不能再重复一下？是第一个问题，我提的是第一个问题。 Giacomo， 你能否做个结论，之后的话我们就要结束我们的会议了。这个来做结论的话很难的，因为这是一个很广泛的讨论。我呢来重复一下刚才的说的话，我们呢已经有一个定义，叫科文组织对这个媒体工作者已经有定义，他们的地位，对所有媒体工作者的这个地位都有定义。欧洲理事会呢也做过相当的工作，但是他们的定义的话不像教科文组织那么准确。那么就是在有些情况，如果要是有非常规的这个媒体发挥了正规媒体的作用应该怎么样？因为这个正规媒体已经有自己的这个法规了。我知道呢，我们需要有法规，而且这个法规的话，它并不是仅仅适用于这个有犯了
罪的情况，就是违规的情况，无论是媒体还是社交媒体这个违规的情况，但是的话，我们便是要减少这种假新闻的这种风险。因为现在这个媒体的话是开放式的，所有那些人想要散发假消息、散发仇恨言论，或者有些人只是为了能够赚钱，他们都可以进入这种媒体。所以的话，应该各个方面都应该负起这个责任，来减少这种风险，使它减少到一种可以接受的程度。因为在目前的话，在几秒钟的时间，就可能有几百甚至几十亿的这种传播。谢谢，谢谢女士们、先生们。那么这样讲的话，那么有这个专门的研讨会是80号、81号和83号这个研讨会，另外呢还有一些呢是95、161、333、4和5这些。要这些这个研讨会呢，都是涉及到这个本地内容的，还有186，那我们还会有一个动态的这个信息，对这些动态信息的话，大家都可以去提供，都可以丰富他们，包括这个来自香港的年轻人，包括来自非洲、拉丁美洲，这个亚太，还有欧洲，拉丁美洲。这些年轻人，你们呢都可以去这个增加内容，不断的丰富这个动态这个快讯的内容，而且感谢我们的这个小组成员这个参加我们的讨论，感谢那些远程这个主持人，感谢这个就是在线这个的这个参与。那我就宣布，我们这个媒体和内容的这节讨论会就结束了，请大家把所有的东西都带走，因为这个待会儿有有关的这个保安人员的话来检查，这个我们的这个大厅。非常感谢，感谢这个来自亚太地区、欧洲、南美。来自中国、来自全世界各地的这些参加者，还有包括这个在线的这个参加者，非常感谢你们。那好，谢谢，再见。